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跟莉莉老师一起学画画。老师呢，今天要教小朋友们画可爱的狗狗哦，它要吃着一块大骨头。那我们会用到什么颜色？老师会用到棕色哈，因为我这只狗呢是一只棕黄色的小狗，嘴里叼着一只骨头。然后呢，我还会画一个草地哈，草坪，所以我还会用到绿颜色。好，那我们快点开始吧。那我们要怎么做？记得看视频的小朋友们一定知道，老师第一步一定要把这张纸折一下哈，我们对折，然后再对折，对折以后啊，我们的纸就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有一个十字的线？好，那我们快点开始吧，画这只可爱的狗狗。那狗狗要第一笔在哪里画呢？小朋友们看，这是老师折完的纸，横和竖中间有一个交叉的点，老师呢管这个点叫做中心点。好，那这只狗呢，它的我们要从它的这个啃骨头的这个嘴开始画。那老师的第一笔呢就是这个中心点往上，小朋友们看，老师在这儿呢先点一个点哈，小朋友们看清楚哈，这是老师折过纸，这个是中心的这个点，偏上面一点，上面大哈，下边小，这个距离老师要在这儿开始画第一笔。那第一笔怎么画，小朋友们看啊，老师呢从这个点开始往左画个半圆，小朋友们看哦，是这样的，哎，老师这样画了一个半圆，看是这样的，哎，画了一个这样的半圆的弧形，然后呢往这边再画一个弧形，小朋友们看啊，也是沿着刚才的这个点，哎，我这样画上来，是不是我左边和右边都画了一个像写了一个 W 一样的字母哈？好，然后我把它呢往上连高一点，哎，就是这样的，是一个半圆加半圆哈。其实这就是什么，我们狗狗的这个嘴巴哈，上面呢要连着它一个头，那怎么连？小朋友们看啊，我要这样画下来哈，我们也可以哈，小朋友们看，老师从这个左边的这个点往上，哎，画一个圆儿，刚好我连到我这个竖轴线上这地方，我停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笔啊，我怕画不好，是不是？那我就用分两笔画，哎，画出之后，左边和右边连上了，就是这样的形状哈。现在呢，老师用手中的笔，小朋友们呢最好用铅笔，因为画错了擦不了哈。所以呢，老师用的是这个黑笔，我把这个狗啊，这个轮廓。脸的这个轮廓加粗一点，因为这样呢看的看起来呢它就会更加的漂亮，画出来的画。好，小朋友们看啊，连起来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哎，我先画了一个这个 W， 对，我这样的半圆之后把它上面连起来了，就是狗狗上面的头哈。现在呢老师把这张纸略微的放大一点给小朋友们看哈。好，是这样的，那它的鼻子和嘴在哪？小朋友们看啊，我在这儿这个位置，我呢要画一个它的鼻子，它的鼻子呢是一个三角形，看这样上去，哎，这样的一个三角形，是一个它的鼻头哈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个三角形里面，我老是画一个圆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把其他的地方给它涂上黑色，涂上颜色啊，涂上黑色，哎，好。留出来它一个小鼻头哈，是白色的，就很可爱的小鼻头。好，好，老师呢把它这个鼻子呢画完了，那它需要什么？需要眼睛，是不是？那眼睛肯定是在鼻子上面，老师在左边这样画一个圆圈哈，它一个眼睛，右边呢我再画一个圆圈，是不是它的两个眼睛？然后呢我也是哈，不要把它都涂实，我把里面留出来一块白色的哈，就他眼睛里面很亮的地方，像我们的白眼人一样哈，很亮的地方，哎，这样我留出来一块，是不是我狗狗的眼睛就出来了？之后呢鼻子眼睛画完了哈，我还要画什么？画他嘴里叼的一根骨头。那骨头怎么画？小朋友们看，这是老师画的第一笔，对不对？我在这个左边这个地方，老师先点个点，右边一个点，同样的位置哈，一边点了一个点，然后我的骨头呢是这样的，哎，往上像小花一样，有个花瓣，是不是？哎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我把它这样连下来，小朋友们看是不是直的，哎，连到这儿。
右边呢也是这样的，我把它往上像画花瓣一样，一个瓣儿，然后下边下来，哎，这样连上，是不是我这个骨头就很容易的就画出来了？这就是我这个狗狗嘴里叼了一个骨头，啊，但是它现在还不够漂亮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还没有耳朵，狗狗还有耳朵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耳朵怎么画？老师哈，就沿着这个位置这样，哎，下来，哎，给它画个耳朵哈，哎，刚好它的耳朵搭了到这个骨头上哈，搭在这个骨头上。右边也是这样哈，右边也是这样，右边我这样下来往里去，刚好搭到它这个耳朵，搭到它这个上面哈。好，然后我这个狗狗呢非常的可爱，我给它头上啊系一个漂亮的头绳，这样的，哎，这样的，系一个好看的头绳，然后呢这边也可以系一个，哎，是这样的哈，一边系一个漂亮的头绳，就是两个圆圈哈，先画一个半圆，然后里面再给它画一个小小的半圆，是不是？就是我的狗狗。然后呢我的骨头画完了，小女生也画出来了，还有什么下边哈，我要给它画上腿，小朋友们看哈，腿就更简单了，这个骨头这个位置老师这样哈，一边点一个点，告诉小朋友我要在这儿开始画哈，看左边的这个点下来，哎，这样的画条直线，右边的呢也画条直线，像不像画梯形啊，这样下来，然后呢我还要哪儿，我要在它的中间哈，差不多看起来中间这个位置刚好在我这个竖轴线上，小朋友们看老师刚才折纸的这根线上，看刚好在这根线上哈，我在这个位置呢画一个什么，画一条线下来哈，这样，哎，它两个腿是分瓣儿的，对不对？之后呢我在这儿左边画一个瓣儿，然后呢右边画一个瓣儿往里的哈，然后呢再给它往里画一个瓣儿，就是它的小脚丫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边呢也是一样的，画出来一个，然后呢我再给它画一个，哎，是不是就连上了它的小脚丫，是不是？然后狗狗还得有什么，狗狗还得有尾巴，所以它的尾巴是这样的，所以老师把它画翘上去哈，的尾巴在后边哈。然后呢一般狗狗的脖子上会有什么，会有一个绳子，是吧，绳子，然后呢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写着主人呢会挂一个牌子，牌子呢是什么样形状的都有了，有比如说有的是挂一个铃铛，然后呢有的人呢是挂一个啊，像我们动画片的天天可能挂的像一个盾牌，我们呢也可以在这儿给它挂一个什么像五角星一样的，哎，这样的五角星，这个挂什么都可以啊，小朋友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哈。老师呢在这里面画了一个五角星，它脖子上挂了一个五角星。好，我的狗狗呢基本上大致的就完事儿了，但是现在老师想用手中的笔啊把我的线呢给它加粗一点，这样看起来呢我这个狗狗啊就它长得很萌，是不是？哎，老师把它这样中间呢我给它把这线都加粗一点，好，然后这边也是这样加粗加粗，哎，好，现在呢我的狗狗呢基本上样子呢我就把它画完了，画完之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把它涂上颜色哈。那我们怎么能才把它涂上好看的颜色呢？选择什么颜色呢都有小朋友们自己来选哈。老师呢用这个耳朵呢画一个棕色的，我画一个棕色的，小朋友们如果说我的狗狗是白色的那可以哈，我们可以随意的选择我们狗狗的颜色哈。老师呢选一个棕色，我用棕色涂在什么地方，我涂在它大耳朵的这个地方，这个边缘上，哎，老师用的是 marker 笔哈，就颜色略微深了一点涂在这儿，哎，这边也是我这样把它涂在这边，好，我大概呢把它涂在这个边上哈，我不能把它全部涂成一个颜色，如果涂成一个颜色是不是就不好看了，就没有层次感了，对不对？我也选一个哈比它呢颜色略微浅一点点的哈，那什么颜色呀，我就把它涂一个跟它差不多哈有一点点色差的这个颜色，把它涂在这儿哈，
让这个颜色呢两个哎都是一样的哈，但是明显呢我能看出来我这两个颜色有一点分层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分层？就是这两个颜色没有真正的把它连接在一起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哈，我们呢可以再选一支笔，就两种颜色看起来差不多的，我们可以用，看老师选一个跟它差不多的颜色，哎，比它略微浅一点的，把它涂在这儿，看小朋友们看，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个过渡了？这两种颜色就会很好的衔接在一起，然后有浅色，哎，中间的这个颜色叫什么？叫做过渡色哈，这个色调，好，好，这样的，看小朋友们看是不是我的狗狗就是明显现在能看见。有上面是最浅的，中间有一点，然后下面呢是最深的，是不是它的耳朵？好，之后呢我还用那个浅色的笔哈，就稍微浅一点的颜色，我要做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狗狗啊，我觉得它现在不够漂亮，我可以给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阴影部分。那阴影部分怎么画？小朋友们看哈，老师现在拿一个淡一点的颜色，比如说我的狗狗啊，它是一个有花纹的，我可以这样下来哈，有花纹的狗狗就是很漂亮，它的耳朵啊这一部分呢是有颜色的。那我会用什么颜色呢？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个棕黄色，哎，或者是比刚才稍微有一点点色差的颜色哈，我把它涂进去，涂在这个位置，哎，让我的狗啊看起来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斑点哈，有个花纹。如果小朋友喜欢这样呢，就跟老师画成一样的哈，这样的，哎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它的花纹呢其实身上也有，比如说我在这儿也有，我在里面也画上，比如说这地方也有一个大块的，我也可以在这儿画一个。好，是不是很快很简单，老师就把它涂上了，哎，就把它画好了。之后还有什么地方，我们给它尾巴也画点，哎，尾巴也画上点，哎，我的尾巴很好看哈。然后呢老师也用这个浅颜色，哎，把这个尾巴再给它加上一点颜色，淡一点哈，让它看起来很有意思哈。好，还有什么，它前面的小爪子我也给它涂上点这个淡淡的颜色，小朋友们看，这样的，好，这样看起来呢比刚才是不是更好看了，我的小狗狗。好，还有什么，我们不要忘记它脖子上带着一个什么呀，带着一个绳子哈。这个绳子呢可以是任何的颜色，小朋友们喜欢黄的就用黄的，喜欢红的就用红的哈，我们可以选用自己喜欢的颜色。老师呢就选一个红颜色，我选择一个红颜色，我用一个红颜色涂在哪儿啊？涂在它的这个啊，这个里边哈，这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也不想完全用同一种红色，我呢用一个深红色，之后呢，我再找一个淡一点的哈，淡一点的颜色，这样的，哎，让它俩这样 match 在一起。好，之后呢，还有它脖子上的这根绳，我可以把它换成黄颜色。比如小朋友们看啊，老师选择了一个黄色，把它涂在这边上，哎，这样的，红色和黄色的绳子哈，给这个小狗狗戴上了。哇，这个是我们家的哈，不是别人家的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它里面的骨头要画什么？骨头一般啊是肉骨头哈，可以画成任何的颜色。老师呢还是选用一个淡一点的颜色哈，哎，这样的，先把它这样的轻轻的在边边上，先把这个边儿啊给它尽量的，哎，快涂个边儿，用这个淡颜色涂个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找看看有没有比这个颜色更淡的颜色呢？老师用的色号啊，哎，看看有没有更比它更淡的，更淡的呢涂上去呢就会
显得它哈有变化，颜色上有变化。老师又选择一个更淡的颜色，哎，这个颜色涂在了哪儿？涂在了这个骨头上，是不是？朋友们看，老师涂在了这个骨头上，但是呢，我也是适当的留了一点白色哈，在这边没有全涂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样呢，就有一个高光点哈。以后老师教素描的时候会教小朋友们哈，什么是高光哈。现在呢，老师简单的说，就看起来光打到这儿亮的地方哈，就叫高光。所以涂呢，并没有完全的把它涂上这个颜色，哈，哎，我们呢可以用这个笔啊，深一点的、浅一点的哈，让它看出来我这个骨头其实是有变化的哈。好，现在骨头呢，老师涂到这儿，涂完了。哎，有没有觉得其实涂的还是蛮快的哈？上面的小花花呢？那我们涂什么颜色呢？就要看小朋友喜欢给它戴一个什么颜色的头花啦。如果你想给它戴一个绿的，戴一个粉的，都可以哈。老师呢，给它戴一个什么？戴一个粉色的吧，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小女生都喜欢粉色哈。好，老师给它戴一个粉色的。这两边呢，我用这个粉颜色给它涂上。哎。涂上的边边，然后呢，我同样的，我再找一个浅一点的粉颜色哈，我用两种粉颜色，小朋友们看哈，我这另一个颜色呢，我涂在这里边，两种颜色哈，能看出来，哎，然后呢，它中间的地方我可以给它涂上颜色，也可以不涂哈，现在老师呢就用一个，这个偏红的、粉的、红的哈，这样的颜色。哎，涂在这里边这样的，让我这个画看起来，哎，他头上戴这个花还蛮好看的哈，分好几层这颜色，哎，就是这样的，红色、粉色、白色、红色哈，这样的，让它有一点点的变化哈。好，小朋友们呢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哈，老师选了这个颜色，之后呢，我看起来觉得我这个画下边，有点单调，那我可不可以给它画上一点草啊？如果我的小狗狗要是在草地上会怎样呢？那一定会更漂亮，是不是？那好，老师现在拿出了绿色的笔，我要画什么？我要画一个草地，哎，这样的草地，这样的草地。好，那我就用绿色的笔呢，画了草地之后呢，我可以在上面这样的，哎，有些地方我重一点的涂，是不是？这个周围重一点的涂。如果小朋友们说，那老师我可以画点小花花啊，小草草嘛，都可以哈。我们是随意画哈，这个地方。老师用绿色的这个笔画了它下边的小绿色的什么呀？绿色的这个草地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还要选择同样的笔哈，我要选择有深和有浅的哈。为什么？老师说过有深和有浅才有变化。我选择略微浅一点的，哎，放在这儿，放在它这里边。这样的。现在我是不是这个草地上有了两种颜色呀？哎，有深的和有浅的。我呢可以选择哈另一种颜色在它们中间这样的，使它再有一些变化，就是同样都是绿，绿色有深绿有浅绿，是不是？各种各样的绿，我们把这种各种各样的绿哈分层次的由深到浅的给它涂上。哎，现在有没有觉得我这个狗狗蛮好看啊，它在一个绿色的草地上哈。如果小朋友说现在呢我想给它画朵花，那你可以画，如果你现在不想画呢也可以不画，如果你想在这儿画一朵花，哎，上来，那我们就给它画一朵花，是不是？那花怎么画？我们最简单的花就是画一个圈，周围给它画成像老师这样的瓣儿，大瓣儿小瓣儿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就是花落在草地上啊？哎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如果想再画一个小一点的，我们同样的也可以这样画。哎，是不是？如果小朋友喜欢像老师这样画呢，你可以画上，如果不想画也可以不画哈。好，那我们既然画了它，我们就给它涂上颜色吧。老师的花呢是什么颜色呀？是红色的。好，那我给它画画上哈，周围呢都是红色的，这样。
好，我是这样红色的，下边的呢也是这样红色的。好，同样的哈，我们画红色，然后我可以找深的和浅的哈，你可以跟老师一样找深的和浅的。嗯，这个呢有点看不出来，我是换一个哈，换一个这略微深一点的哈，略微深一点的画这个心心，哎，然后把它的下边带上，你看小朋友们看是不是里面是深的，外边是浅的，是不是花心里面是深的，外边是浅色的。哎，同样的哈，给它虽然它小，我给它带上一点。哎，就是里面是深颜色，我的花瓣外边呢是浅的，然后最外面呢还漏了一点点白色，是不是还漏一点点白哈？好，之后我也给它画上绿色的叶子，绿色的叶子哈。我们绿色的叶子呢，就是很简单了，就涂什么样的绿都行。我们给它哎，这样涂上一点，这两边都是这样的。然后在它的下边这样也给它加上一点点，哎，好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这个狗狗是不是很简单，小朋友们？你看，是不是我们一下就把它画出来了哈？首先画的这个像 W 一样的，然后上面给它画上圆，然后呢把耳朵添上，然后画两边像一颗爱心一样的骨头，然后下边画两个直角，中间画一个竖，然后半圆半圆半圆，最后加上尾巴，然后再上上颜色。好啦，老师的这幅狗狗画呢，画的狗狗呢就画完了，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就请给老师点赞和订阅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更新啦。好，这一期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啦，拜拜。